29日，五倍感当长安 CSU Plus 明日座驾线上音乐会顺利举行。长安 CSU Plus 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，与车主共创共享。在音乐会现场， CSU Plus 围绕青年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，打造出沉浸式感当青年潮流文化体验中心，生动诠释敢想敢为的时代精神。此外，长安 CSU Plus 还携手荣造文创联名打造了一场跨界时尚走秀，创新绽放五倍感当的年轻态度。在2019年，一封致广大长安人的一封信引发了巨大轰动，长安汽车号召员工们将购买 CSU Plus 的机会优先让给用户。正是这封信让大众发现，这是长安汽车对用户的感当态度，点燃了 CSU Plus 在市场端的明日之火。截至目前，长安 CS75 系列累计销售量已成功突破150万辆，领跑中国汽车行业，迈入跨时代的明日未来。一直以来，长安 CS75 系列都以一路当先姿态，敢于开拓创新，在不断探索持续向上进阶的同时，也为美好汽车生活创造更多可能。而八年超150万销量的耀眼成绩背后，是多年来长安 CS75 对品质始终如一的苛求。基于用户思维打造的第二代长安 CS75 Plus 以再进化再进阶的争先姿态，实现设计、动力、智能三大进阶产品价值优势。新一代爱信 8AT、 巨幕全景天窗等六大越级标配，入门用户即可享受高价值产品体验。首发智能 WHUD、 新一代 AMS 智能交互系统等智慧科技全面进阶，温暖相伴。蓝鲸 1.5T 加 8AT 越级动力组合，纵情天地，尽享驾驭。进阶实力带来强大号召力，第二代长安 CS75 Plus 一经预售便拿下了23575辆的订单，成为今年车市又一爆款车型。五倍感当唤起新光芒，面对瞬息变幻的市场机遇与挑战， CS75 将始终秉持五倍感当品牌精神，深度聚焦用户需求，持续升级产品力及服务体系，为用户打造更精彩卓越的出行生活，实现品牌全面向上进阶，谱写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。